有十二盒的口罩。慈济基金会总务同仁接到临时任务，紧急出动防疫物资配送。啊，谢谢你们守护在第一线，啊，也要保护好自己哦。为了保护民众的安全，还有保护警察人民的安全，我们希望，能够及时送上这些物资。今天虽然是假日，然后临时出了任务，可是来太鲁阁是很开心的一件事。三级警戒期间，警察巡逻勤务不可少，防护装备更显重要。现在 Delta 病毒的那个疫情呢，在各国越来越严重了，不管是泰国或是韩国，都确诊数不断升高，那我们台湾也是不能松懈。非常谢谢呢，慈济呢送我们保七第九大队呢，防疫物资啊。太鲁阁国家公园里有零星机车族和出游的民众，呼吁大家三级警戒尚未解除，还是要遵守防疫相关规定。大爱新闻唐婵君、练志龙、邓明仪，花莲报道。